咖啡，在 IG 是非常火红的餐厅。这间是花螺第三间分店，位置在热闹的振兴街与国华街交叉这边。这是我的朋友，是好久不见，我第一次上 YouTube 的影片。价位好像蛮平价的，嗯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，我觉得真的很漂亮，很适合拍照。充满植物的餐厅，而且阳光很充足，哎，很美。空间也很大，然后今天是平日，所以没什么人。这是女生最爱的大镜子，超大。玻璃天花板让室内充满自然光，超级好拍照的。我的餐点来了，香煎嫩鸡意大利面。乌龙汤很浓，很甜，很香。就这家的，用这家的。哎呀，这家的就是很好吃哎。你要吃我什么？我觉得这家还不错，可以来吃。这个也很好吃哎、你说这叫什么名字？松泰式松板猪。泰式松板猪。吃完了，很好吃哎。餐点吃完了，好吃吗？我也觉得很好吃，也很平价。你要顺便介绍一下你的穿搭吗？这里很美耶。然后我今天的穿搭是，这是古着的大衬衫，在日本下北泽买的。这条裤子我忘记了，日本也是日本品牌的，不知道是 Nico Am 的还是 SH， 我忘记了。哦， Nico Am 的，我喜欢。我的皮带，我非常推荐这个皮带， Nico Am 的。又是 Nico Am。对，我是 Nico Am 的粉丝。真的是无印良品，反正我全身都是日本的东西就对了。日本女孩。然后鞋子，很常出镜的。对，因为日本女生很爱这样穿，要成为日本女生就要这样穿。那你要 focus 你的鞋子哦。对，可是他们很会穿这种娃娃鞋，然后搭袜子，然后我搭一个白色蕾丝袜。这件真的很漂亮哎，很适合拍照，随便一个角落。随便一个角落都很好拍，想来拍完美照就来这间店吧。柱子我放在下面。地址吧，柱子好老啊。地址我会放在下面。啊，这间在那个台南的振兴街，还蛮推荐这里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这样子，拜拜，加油。他是我的插画家朋友，然后他有自己在画图，画一些插画。然后我今天跟他见面是因为我跟他买了一个手机壳，很可爱吧？他很会画画，对，不错哟。我会把他的网址放在说明栏下面，有兴趣可以看看，他真的很会画。参考一下。你要帮我宣传一下我频道啦。好。